在很多城市人呢很喜歡去郊遊去農村，其實想攞回舊底的文化。講到吃嘢，咁以前梗係最原汁原味啦，乾淨啦，冇污染啦。好似呢度咁，你見到一啲舊嘅村落。而家大家見到嗰啲地方咧，好多時都係一啲重修啦、復建啦。其實冇咗鏡頭入邊，我哋大家見到呢一啲嘅感覺，咁又好似呢啲咁樣。